您慢慢猜嘛。所以说排除，您慢慢看好了。只开一句话就快闪，注注话中有话，没点破的玄机，难道真的起心动念要选立委？回去要准备一下我去登记了。哇，朱姐登记了吗？我要回去参，今天第一天。上周在金门半开玩笑表态，下一步美列国民党不分区，不排除自己选回立法院。现在传出洪秀柱不排除登记参选永和立委，但国民党已经提名老将林德福，洪秀柱给的难题，国民党很头大。区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党中央都会来协调嘛。那洪副院长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，洪副院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选，全国辅选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。朱立伦话说得白，洪秀柱是台教第一把交椅，但就是没提到祝姐上教。但驻办幕僚透露，洪秀柱深耕永和多年，参选立委民调比自家林德福高15%，选不选都是抉择。会参选区域吗？有跟他聊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听说是没跟他聊过。没有。听到祝姐就转头，王金平的态度却凸显了国民党的为难。换祝有亏欠，但祝选立委也是另一种分裂。如何解决危机处理大考验，蓝营谨慎面对。记者农民张宣台报。